呀，哪里琵琶在吃了还卤？哇，往那。有些物资吃好多哟，那些黑个松岗子有物资吃好多嘞。道歉。大家好，我是小戴，这个是红薯苗。明天赶集，我奶奶他们明天背到街上去卖。一把是一百根，可以卖3.5毛钱。刚才一直没说话，是在数数的，我都在数数，所以没说话。13。我忙的你知道哎呦经常吃的就就不想吃啊总想你不知道知道吃的碗了这个苗子要一把一把把它剪出来放到地上明天去卖的时候再装一次直接装背兜里面不行还要坏掉媳妇儿，我也娶媳妇儿，30岁，就我哈，30吧。